快快快！！武艺不精，杀不了那老贼。还说这些干嘛？快躺下来歇会儿。王爷。让开。王爷，不要，王爷。他是谁？他是韩愈，我的救命恩人。不，他就是刺客。不，王爷。韩愈跟我亲如姐妹，玉环，他就是行刺李丞相的刺客，你可知道，我们不能包庇他。玉环，让我走吧。不，王爷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，这一次。玉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万一李丞相奏向朝廷，你可知道，窝藏人犯的罪名，我们担待不起啊。玉环，少王爷说的对，一人做事。一人当，我不能连累你们，你让我走吧。韩愈，你现在身负重伤，我不能见死不救，只怕也由不得你我了。王爷，难道你真的要把韩愈交给李丞相吗？不错，来呢。慢着，王爷，你就看在韩愈是我的救命恩人的份上，饶了他吧。启禀王爷，李丞相府来人求见王爷。你先下去，就说我在更衣，马上到。是。王爷，人命关天，毕竟在寿王府内，一切都得听你的。哎，深更半夜的来打搅寿王爷，还望寿王爷恕罪。今夜有您刺客夜探丞相府，忧刺丞相，侍卫们追至寿王府行宫外，就不见了踪影，但依血迹的判断，是进了寿王府的行宫。啊，这一切的情况本王爷都已经知道，既然依血迹的判断刺客确实进入了本王府，本王自会做个了断。李总管，你先请回吧。待本王搜清了王府，捉到了刺客，一定亲自送往丞相府，请丞相定罪。该死的伤，要什么时候才好？我不能再这样待下去了。韩愈，你的伤已经大有起色，你能不能听我的，暂时抛开一切？不，不能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为我承担一切。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的伤能早日康复，你这样折磨自己，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。相信我，在你能走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让你走的。王妃，你们还知道我是王妃吗？王妃请息怒，属下是奉王爷之命前来的。难道你们只听命于寿王爷，眼里竟没有我这个王妃？属下不敢，实乃奉王爷之命，属下不敢不从。好，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这里没什么刺客，你就马上回去禀告王爷，这是王妃吩咐的。这
启禀王妃，如果属下就这么回去，王爷会责怪属下办事不力，败罪下来，属下可担待不起啊。你可以放心，要是王爷败罪下来，你就说是王妃安排，天大的事都由我担了。快去。这是，属下告退。相国在不在家？得与禀王爷，李丞相一大早就上朝去了。王妃平身，臣高力士叩见公主。高总管请起。谢公主。皇兄驾临，怎么不通报一声呢？哈哈哈，见皇妹正在诵经，不便大讲。玉珍，想来你的道机是越来越深了。小妹还谈得上什么道机呢？当初进官为道，为的就是替咱们的生母窦太后进福，希望她老人家在天之灵能享尊荣，略尽人子之孝道罢了。哎，说的也是。皇兄请。皇兄，你今日到此，小妹正有一事要与皇兄商量。什么事？正月初二是咱们生母窦太后20周年的忌日，依礼当行打轿，不知皇兄的意思如何？玉珍，你常年都在观，这些礼法你比较熟悉，我看这些就劳烦你了。不过母后20年继承，是否应该隆重的庆典一番呢？皇兄，依我之见，母后20周年继承，最好能够在嫡亲之中选一个德貌双全、贤德而又孝顺的媳妇儿，自我奉献，度为女道，待皇兄尽孝，为母后建福，终日在宫中诵经，则母后在天之灵不但可享尊荣无限，则我皇室的功德亦将无量。好是好，只是这个人选恐怕是很难找。那就得皇兄多费点心了。要德貌双全，还要贤淑孝顺。论德嘛，庆王妃倒是个人选，可是相貌不扬。论貌嘛，这余王妃倒也可以，但是又嫌贤德不够。这个人选可真是难找啊。启禀皇上，有一个人
谁呀？寿王妃。啊！一语惊醒梦中人呢、啊。寿王妃，可是茂儿的妃子。茂儿什么时候成亲了、啊？哎，茂儿不但已经成了亲，而且娶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媳妇儿，非他莫属，真是非他莫属。启禀公主，您整日在观里诵经，宫中许多事您都不知道了。茂儿有如此出众的妃子，我倒希望有机会能够见见她。禀公主，寿王和寿王妃如今都在长安呢。对对对，此时见他正是时候。启禀皇上，内侍来报，李丞相于勤政楼恭候皇上多时了。好、哦，李氏，臣，你去看看是什么事。臣遵旨。竟然有如此胆大之徒，敢公然闯入丞相府中行刺丞相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丞相受惊了。我岂会被这如此宵小所吓到？只是刺客的潜进了寿王府，我派人去捉拿刺客，而寿王拖拖拉拉又藏匿之嫌，因而上书皇上，请皇上圣裁。丞相，适才皇上在玉贞观与玉贞公主谈及窦太后继承大教之事，决定自嫡亲的子媳之中选出一位品貌双全、贤德孝淑之人，为窦太后献身入道，为皇上尽孝诵经。哦，可找到了适当的人选？如此人选委实难寻，经过再三考虑，总算找到了一位。哦，是哪位贤德之人呢？寿王妃。寿王，此事唯有寿王妃适合入道。那依公公之见，丞相，依臣之见，此时此刻似乎傅仪将奏折上奏，此事最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公公所言甚是，如此就依着公公的意思，林甫也不再追究了。丞相宽宏大量，公而忘私，不愧是一朝之相。公公好说了，寿王爷此时恐怕还在焦躁难安。你的恩情我今生难报，只有寄望来世再报。我只能为你做的这么多了，我已感激不尽了。只是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有缘的话，我们总有再见的一天的。我是怕万一我这一走连累了你，岂不不只要能做心中想做的事，就算是死也是美的，你不是同意我这样说吗？快走吧，不要为我担心。去，阿曼，走。哎，恒定，拿着这个，路上会有用的。不，我不能要，你收下来吧。不是嘛，韩玉姐，你就听王妃的话，把它收下吧。快收下来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已经安排了人在宫外等你的，你一定能够平安离开长安。快走，不然误事了。阿蛮，快带他走。是，去吧。玉环，后会有期。参见王爷。我
我叫你去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？王妃已经把那名刺客送出长安了。他也太过分了。启禀王爷，李丞相求救，快快留下。老臣参见王爷。李丞相免礼，请坐。谢坐。今日一早，本王至丞相府，不想丞相已去早朝，未能见到丞相。老臣不知道寿王爷要来，怠慢了。本王也是为了前日刺客之事，特别向丞相请罪。王爷言重了。老臣如今安然无恙，王爷何罪之有啊？丞相不怪本王。王爷，如今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。老臣今日前来是有要事相告，此事事关王爷的前途。王爷可是要谨慎啊。不知是何事如此重要。王爷，宫中传出皇上谕旨，为了纪念窦太后继臣，准备诵经之事，听说已经选出了最佳人选。这个人选，王爷可知道是谁吗？是谁？就是王爷之妃，寿王妃。王爷，选中之妃。虽然是要牺牲奉献遁入空门，可是王爷就成了至孝的太子，这对于王爷册立为太子之事可是一大转机。王爷可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机会才是。事情太过于突然，本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王爷，妃子可以再立，太子可就只有一个。王爷可要三思而行，三思而行。哎，王爷，考虑好了之后择期上书奏表，有任何需要老臣之处，老臣自当效劳。不多打扰，老臣就此告别。
玉环，歇息一会儿吧。看你都冒汗了。小的参见寿王爷。啊，起来吧。谢王爷。玉环，内侍是奉命来请你的。谁要见我？啊，启禀王妃，小的是奉了玉贞公主之命，特来请王妃到玉贞观做客。玉贞公主跟我素昧平生，她为什么要见我？启禀吧。啊，也许是听说寿王妃能歌善舞，又精通音律。长得更是美貌出众，所以想见一见。真是这样吗？是。玉环，你就赶快更衣前往，别让玉贞公主久等了。阿瞒，伺候王妃更衣。是。果然是绝代风貌，貌儿能娶你为妻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谢公主夸奖。皇亲能够舍弃荣华富贵，身居冠中，必有一番道理。我是因为生母窦太后的惨死，必须有一至亲之人入道为母后建福，方能求得至高的尊荣与功名。我是自愿入关为道的。公主志向，玉环深感佩服，但是为了过世的母后，为了皇上，虽然在表面上我好像是牺牲了很多，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值得的。此处清幽宜人，典雅而庄重，若由诗词歌赋为伴，也不失于怡情养性的好地方。如此说来，我倒是遇见同好了。玉环，来，我带你到里头去看看。知道你精通歌舞，此处的乐工皆是朝中之人，你就表演一下吧。玉环愿与公主同乐。好，我就伴你奏上一曲。是否朕骚扰了你的亲信？皇兄来得正好，我跟玉环正在合奏一曲，皇兄是否有此雅兴？不，还是二位继续弹奏，朕在旁洗耳恭听。
是镇卢里丞相所言，不但关系了你的前途，更关系了你的安危，你千万要谨慎考虑才行。玉环入冠对我只有好处，父皇千挑百选选中了玉环，也是他命中注定。可是要我怎么开口，怎么去跟玉环讲呢？阿茂，难道你忘了娘是怎么死的吗？娘在世的时候一心想让你被立为太子，如今太子英等人已死，你已少了几个强敌，只要趁此良机博取父皇对你的好感，就算是失去一个妻子，得到的也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地位啊。虽然太子之位人人想当，但是为他付出这么多代价，不知道是否值得。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劳而获的，就算你现在对当太子已经没有了兴趣，但是三个皇子之事已闹得满城风雨，万一父皇要是查出了什么，那别说是当太子，就连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。阿茂，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，等玉环回来了，趁早向他说明入冠之事，我们为了自保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懂吗？依我看我已经别无选择了。对，你尽管放心，内有李丞相，外有你姐夫跟我，我们会帮你安排好一切。等玉环入冠走稳了，这是第一步，我们就按部就班一步步开始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。我就不相信不能把你捧为太子。皇姐，现在暂且不提立太子之事，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吧。千万记住，此事乃关系着我们的安危，向玉环说时要小心，告诉他此乃天意，甚至是不可违抗的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不要被他的眼泪所打动，救了他就是害了你自己，切记。时候不早，他可能快回来了，我暂且住在行宫等候你的消息。人间难得几回闻，谢父皇夸奖。真是好极了。玉环，宫里传闻寿王妃德貌双全，才艺出众，如今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公主精通音律，弹筝仿如天籁一般，为玉环所倾，技能最佳者，玉环还想有机会向公主讨教一番。哎，那不成问题，反正今后二位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。皇兄，皇上是说以后没事你可以常来和我作伴，我们可以弹琴，也算的是怡情养性。好
好一个怡情养性。哎，对了，郑师傅也肯参加。若父皇能够参加，一定令我们的音乐声色不少。不不不不不，朕还是在一旁洗耳恭听。嗯，玉环，天色不早了，我看你就在观中住下，明天早上再回去。茂儿呢，我会派人去通知的。这谢谢公主的盛情，可是玉环恐怕王爷等得心焦了，还是今天晚上回去的好。如此深夜你和阿蛮回去，叫我怎么能够放心呢？哎，无法无法。弟子臣在北镇的御驾送寿王妃回行宫，臣遵旨。妃过世之后，还未见皇兄像今日这般愉悦过。的确，的确，今日朕非常快活，仿佛年轻了十来岁似的。是因为茂儿有这房好媳妇儿？茂儿的确也娶了这么一房好媳妇。对了，玉环尚不知即将入冠之事，也不知道他是否愿意。啊，玉珍，朕这样的做法，你认为妥吗？皇兄宅心仁厚，明褒物语，这入冠之事，关系着皇室的功德，不可以不慎重。既然选中了玉环，他应该引以为荣啊，因无不愿自理呀。但不知茂儿是怎么个想法。玉环，我等你可等得很心焦啊。哦，臣妾还以为王爷要我多陪陪玉珍公主和皇上，所以就尽心了点。启禀王爷，本来玉贞公主还要王妃今晚住在玉贞观的，后来王妃怕您担心，所以还是赶回来了。您看，这些都是玉贞公主给王妃的见面礼呢。啊，谢谢两位公公。阿蛮，把封赏收下，顺便招呼两位公公到下面领赏。是，谢谢两位公公。奴婢告退。玉环，看你的样子，这一趟到玉贞观一定非常的尽兴啊。哎，可真是玩得很愉快。玉贞公主平易近人，多才多艺，她安排了乐师李龟年的乐班，跟我们一同伴奏，还加上皇上的擂鼓，真是精彩极了。想必父皇今日也十分尽兴。父皇今日的气色特别好，听他擂鼓，看他的神采，哪里像一个年已半百的人。他还说我以后会有很多机会看见玉贞公主的呢。哦，玉贞公主真不愧为王族的典范，她和善多礼，而且精通音律，日后臣妾还有很多地方要跟他学习的呢。玉环，要是让你长留玉贞观中，你可愿意？王爷此话怎讲？我为什么要长留观中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不说了。
就是要为窦太后，也就是我的太祖母送金。送金？那么送金完了之后呢？就要长留贯中。就像玉贞公主一样，入关从道，算是替父皇尽孝，必须长留贯中。那我进了关之后，你我夫妻就此一了百了吗？是吧，事情已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也别无选择。这是谁的意思？啊，余淮，怪之怪，你生的德貌双全；怪之怪，我是窦皇后的嫡孙；怪之怪，娘死得太快太早；怪之怪，现在的情势对你我不利。玉环，玉环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别无选择。因此，你就要我进关？难道你不理我们夫妻一场？就是说，夫妻就此结束。玉环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把我选入寿王府呢？我知道这样子委屈了你，但是为了我的前程，为了我的安危，我相信你会答应我。为了立太子之事，娘已经丧生，要是你肯入冠，父皇一定会对我另眼看待。玉环，到时候我们夫妻也许还有相见的一日。难道我入关，你真能当上太子？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寿王爷，你只是为了一个还不能掌握的命，就能把你结发的妻子牺牲？我为了你冒死进宫求亲，我为了你向父王表明你跟娘的无辜，我可以为了你做一切我所能换回来的，就是你把我送进玉贞观。难道你不能把我留下来？难道你不能？我不能，我不能。你能，你一定能的。只要你上表父皇，说不要让我进玉贞观，
那么我就立刻跟你回洛阳。我求求你，王爷，我求求你，我不想去机关，我不想进去。玉环。我求求你，我求你为我想一想。
知道女道士的头是怎么样梳的。